立委朱立伦手持手台国旗现身大安区登记总统参选后，特别帮朱立伦子弟兵林奕华站台。我们总统要赢，立法委员所有我们大安区的乡亲不老全力支持最优质的立法委员林奕华。 拉票一呼百诺，支持民众个个热血沸腾。这样的强大号召力，韩国瑜与朱立伦相互加持，让林奕华信心满满。的确非常感动，因为他今天正式成为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就来到台北市，来到成功国宅，也帮我们站台。我希望在台北市，我们这样团结我们的力量，共同下架民进党。 韩国瑜感同他马不停蹄，下一站来到有260多年历史的慈幼宫，更是松山区的文化发源地，希望能凝聚支持者。不止慈幼宫，正殿里挤得水泄不通，人潮更是一路绵延到大马路，庙门口有许多支持者撑伞，就只为看韩国瑜一面。风调雨顺要看老天爷，最重要，我看你要记得自己。我不太平不安，那是我们自己犯的错误。 韩国瑜双北高人气，尤其在前一晚的中和4号公园造势，支持者还塞满占地100公顷的场地。连续两天抢攻双北蓝票仓，要顾好520万张选票。除了韩国瑜自带支持铁票，再加上朱立伦担任竞选总部主委，以及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轮番站台，让蓝营由上到下团结一心，拿回政权。记者黄明君、简宏琪、马千惠、张宇轩台北报道。